这里就是树木大澡堂，是提供小精灵们恢复精神的地方哦。小精灵们会在这里泡上舒舒服服的澡，洗去身上黑黑的小炭球。而这些小炭球都会被转换成能量，帮助树木生长哦。洗完澡变成养精灵，就会飞到叶子外面。哇，真是太了不起了！我们该回去了。